这片台湾的土地上面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曲调，就像没有真正的词的意思哦，它就是单纯就是一些虚词。那虚词就有很多发人深省，然后不管是快乐、悲伤，然后喜悦，利用透过那种虚词的方式来去做吟唱。排湾族就常用很多很多，像那个在排湾族部落里面常常听到会唱那个哎。现在在台中。绕过桃园，雪山隧道，铁花村，老人家就常常会用这种方式来去用他的那个灵魂去领略他的生活周遭。感觉上很像他们都不会讲话，因为他们是装电池的哈。触控式的，我先介绍一下，好，从右边哦，他们会讲国语了哈，自己介绍自己来，从最右边，来，你好，我是陈新慈，哎三，自我介绍就讲清楚一点了，陈新慈喽，几年级？哎，到底，来开始，大家好，我是陈新慈，好，他的名字叫乐师，乐师。Les， 他现在是国中一年级，就读屏东县太武乡太武国民中学一年人班十三号，位置在中间第二排右边那一个那一张。哎，好，再来继续。大家好，我是陈胜慈。好，这是胜慈哦，拜地妈兄阿蛋。Diarui。OK， 他是新慈的。妹妹，姐姐，她现在是国中三年级了哈。好，再来。大家好，我是沈梅丹迪摩尼。啊，这是摩尼，摩尼现在已经是高中了哈，目前就是就读，建筑科啊，未来要当那个原住民的建筑师啊，然后打造那个没有地基，没有地基的，然后风灾来的时候会随处漂移的，还是。好，再来。大家好，我叫林雪，叫迪祖祖。啊，迪祖祖。哎，你们很过分，为什么只有他才有尖叫？太过分了哈！啊，学迪祖祖，啊，目前就读啊幼保科，未来要继续推展。哎，幼保科嘛，对不对？对。对哈，未来要推展那个台湾族的母语在泰武哈。好，再来。大家好，我是徐念婷。哇，你的国语好标准哦。好，开始。好，但是念婷哈，他叫 Sangit， 好，他我的带的歌谣队的孩子，第一个要上大学的哈。OK， 好，以后他们会常常经过那个台东啊，以后没有饭吃的时候，照顾一下。好，再来。大家好，我叫姚君，叫 Delilus。啊 ，Delilus， 现在也是护理科的。啊，专门就是打错针，三给错药。好，再来。大家好，我叫英文，叫 Alan。Alan，OK，、okay, 现在是国中二年级。好，今天唯一的男生。大家好，我叫念中迪梁阿亮。梁阿亮 ，OK， 好，目前就读屏东县来义乡来义国中。啊，挥，他现在是练拳击的哦。来，念中来挥一下 one to one。前面一点，前面一点，前面，大方一点，大方一点，到前面一点，到前面，快一点，打一下，一两，预备姿势，预备姿势，出来，预备姿势，一两 ，one two one， 一两，一两，再次 ，one two one， 雷多阿爸，一万美开始 ，one two one， 雷多阿爸 ，yes， 老师就是有这个好处，声控的。好，今天我们的乐手，我们从最右边 ，Lovelace， 好，他也是我们台九线乐团的吉他手哈。
好，那现在就是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古调歌谣哈 ，The Love Dance。好，再来是阿朱多斯，掌声。好，这也是我的表哥，哦，表哥。好，再来是，你哪里来的？哎 ，Adam， 哦，来自捷克的 Adam。OK， 好，大家好，我是查马克。OK， 好，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要唱这一首歌。